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如这个图啦，有一个质量为小 m 啊，小 m 的棒球以速度 v 水平飞向呢击球手，击球手挥棒击球了，使球以速度 v 千锤向上挥出，设水平飞行方向为正 x。啊，牵子方向是正 y， 则球所受到的冲量的量子及方向哈为下列何者？好，我们想着哈，这个冲量的话哈是等于那个动量变化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看哈它的动量变化为何？它出动量是往正 x 方向，哦，这 mv。好，末动量的话是往这边，哦，这也是 mv 啊。它只是方向不一样，啊，所以它的那个德塔 v 就是这一段，这一段是根号多少呀？二号 ，mv 啊，啊方向哈，它是说那个，方向的话哈，与正 x 轴夹几度呢？这是45度了，所以它跟正 x 轴夹135度了。好，我们看这个 A 选项。他说 2MV 就错了，应该跟号 MV， 啊 B 的话也是错的， B 是 MV， C 也是错的。那我们再来看 D 他说跟号 2MV 大小是对的，他说与正 X 方向夹45度，不是的，与正 X 方向夹135度了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E， 哦，E 才对，其他都错，答案应该选 E。